他是谁啊？我们叫他鬼，他们数量众多，既不属于人，也不属于妖，内心怀着深深的怨念，残害两族。那他为什么要杀我呢？或许是要保护那狐妖吧。你头怎么了？不小心被刀碰着。别动！ 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谢谢。是不是对狐妖下手了？没有，十个我都打不过他，我怎么可能贸然消失？骗我做什么？ 以后不准再这么冒险，只管找到地绝密钥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不然太晚那出狐狸又得怀疑我。去哪儿了？ 狐妖大人，奴婢漱口去了。这么久，不过是去和外面的小猫小狗私会去了吧？怎么会？私会要很久的。奴婢漱口要很久的。奴婢刚才漱口时，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。我认为狐妖大人误会我了。我这种小小蝼蚁，怎么有敢杀大人的心思啊？关键也没那能力，是不是？我呢，主要是想试探试探大人的实力。 结果发现实在是深不可测，奴婢更加敬佩大人了。大人别杀我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放了些虫子在你身上。如果这些虫子没有闻到我身上的气味， 就会发作撕咬你的五脏六腑，要是你不听话到处乱跑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啊，你，我，狐妖大人，你怎么可以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对我如此关爱呢？你还是我那个敬佩的狐妖大人吗？看你表现。哎。 能不能把你那个披风借我一下？我想闻着你的味道睡，不然我睡不着。好。死狐狸！小虫子大人们，这可是狐妖大人的衣服，狐味很浓的。你们闻了它的味道，就千万不要再咬我，也不要咬我的五脏六腑了。啊，你们说。 帝君到底在哪儿啊？嗯，苏小环在君上寝宫待了这么多天，怎么还活着呀？我猜啊，肯定是被君上灵性了。对，我看着苏小环也是狐狸精变的，懂得怎么勾引君上。他也是。你们这群长舌妇嚼什么舌根呢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犹如干柴烈火。 若没发生什么，除非你是使女，胡说八道。说我是使女，怎么不说她不行？哎，也不用跪下。行行行，知道你们错了，起来吧。你说我不行吗？狐妖大人，哎，我肚子疼。啊！救命！哎呀，狐妖大人，放我下来！狐妖大人，你要干嘛？ 没什么，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，免得被说闲话。不，当然您不需要证明自己，您。
如此龙精虎猛，怎么会不想都被胡说八道的？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。当然，千万不能因为奴婢将念念的品味啊！再说奴婢怎么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呢？对，你应该配凤凰，奴婢就是鸡窝里的小丫头，配不上你啊！狐狸爱鸡，天生如此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小丫头。啊，等一下，寡妇大人好威猛啊！寡妇大人好厉害，寡妇大人好凶，寡妇大人特别厉害，寡妇大人好棒，寡妇大人特别厉害，寡妇大人好棒啊！出去。好嘞，寡妇大人好厉害。怎么，狐妖上身了？你怎么穿着狐妖的衣服，披着狐妖的坎肩？要不是该死的虫子，谁想穿他的衣服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最近有点怕冷，借他衣服穿一下。不用，我穿这个够热了，多谢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把寝宫里都翻了个遍，可还是没有找到秘诀。会不会是狐妖已经……不会有问题，一定是你疏漏了什么地方。这次叫你来，就是为了明日月食之夜的行动做准备。行动？什么行动？月食之夜是狐妖法力最弱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杀他最好的时机。每到月食之夜，他都会藏起来，只要我们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，便有机会杀死他。我明白了，小欢，不要贸然行事。找到他的藏身处之后，立刻给我发信号。好。狐妖大人，狐妖大人。这家伙平时这么凶残，知道自己月食会法力衰退，这么早就躲起来了，真是个胆小鬼。他会躲哪儿呢？月食已经开始了，这臭狐妖到底藏哪儿了？